找不到人哎、欸。我们这边挖下去好了，还是我们这边挖下去啊？我还有，我现在看到他们的合成台，可是他们人都不见了。他们在渣那边有一个地洞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下去了。天啊！哦，嗯、很有可能。可是那地洞再更下面有水流，就比较麻烦。我往下挖了，奇怪啊！说不定他们想要趁那个水流上来，我就把这边埋起来好了。哦。不确定是他们的，跟延迟比较久，玩起来啊。嗯哼哼哼，好难买、啊。OK， I have weapon， 我现在出来了，我不要再躲你。玩错了 ，weapon。这里有蛮多的树木啊。你们人已经没了。树木的地方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算是。一堆杉木的地方。那我去找牛牛好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好像躲到地下。羊都不要偷看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个时间右边的时间倒数是坏掉了。没有没有，他开场的时候会那个。对。哎呦。啊，已经到九了。九是什么意思啊？九是已经准备要晚上的意思了。九真的假的、啊？九十九分钟哦。我们耗了这么久时间啊！天啊，我们要耗很久啊。你们超快。但是完全不觉得、欸， yeah. 就这样很多时间啊！我想追人都追不到人。Wood， 啊，我再稍微找一下有没有牛牛。我一直在狂奔。然后我现在跟你们在。我们要各自往下爬吗？我现在往下爬了，我已经往下爬了。对啊。吓一跳。欸、那个、欸、那个是苦力怕的声音呢、欸，那个时间提醒。啾我听到十一声，我想说小命休矣。你要下来吗？先下去好一点。你们的坐标在哪里啊？我去找你们。法师看一下。五八八七。我们知道。五八八七开始往下挖。对。你爸是？你什么？大家在看这什么？不是你刚刚那个数字，我觉得很玄秘啊。真的？你好像在暗示你爸怎样？我没有啊，这是我不否。对不对？哇哇，好人啊、这好危险、哦！这个不能要看到。五八，我再多拿几个入口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牛牛了。我入口有用的、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还有看到红蘑菇哎、欸，可是天色已暗。用，我有，我用泥土先拖塞。我用泥土塞走。为什么五八八七直接可以看到洞吗？我因为我现在在想，我要不要过去，还是直接挖洞了？运气啊。可以，有泥。有看到你们的那个 ID 在下面。我是应急塞着，不然总比没有的好。哪一个洞啊？你们洞在哪里？没有泥土。对对对，哦，看到泥土。嘿嘿嘿，那个不隔壁的泥土，在旁边的泥土。哦，好，这里的泥土。走。哎，要看要不要用这个石头把上面堵住，就完美的那个屏障。你说烧石头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堵上去。我有烧啊，没有的话先用泥土。有泥土电。有。电话，哇嘞，我跟接下来不接球了。那我先用泥土电啊，我先用泥土电，等一下再处理。位置哦。好。OK。我们现在就在5887的位置。在挖东西。我有拿到四个皮革 ，OK 了。行李。等一下哦，这边我垫一下。我笑了。有人缺食物吗？我笑了，开台点晚餐。我这边还行，我这边有十一个羊排，有，一人有十块就够了。嗯，法师有够食物吗？我有三块牛羊，那我再给你七块。喂，你吸到，这是好什么东西？走，是。哎呦，还烧石头，来，我就把上面弄好。不用烧石头了。要了，没有，我听人烧铁，不好意思。你也听太多了吧？你才听得超嗨，很近，讲个不用烧石头，完全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啊！而且一个是两个字，一个是一个字，这到底怎么听过来的？你自己念出来的东西还不一样，所以汪汪你在别边哦？我在。14489，我慢慢挖到你们那边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你就在那也可以啊，毕竟你是汪汪啊。为什么？我今天的作战就是与汪汪诀别。汪汪有事哎、欸。对，我没有石头。这样感觉根本不需要熔炉哎、欸。
欸，不用啊，多少了？就烧经验的时候才需要了。对啊，嗯，好急哦，赶快挖团，团再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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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爆了！爆了！有你再一把，有，哇，嗯，太好了！上面是不是没有堵起来啊？上面有堵了，有了，用石头堵。完美的，只是距离远了一点，吓我一跳。完美，完美，吓歪了。哎，不要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好黑哦！快挖，快挖，可以帮我插？没问题啊！我直接就有啦！哎，挖到20层了，我要跟你诀别了。好，拜拜。20层就有金的可能性啦。挖铁，挖铁，金，我们 是都没有苹果，霸气耶！哎，对耶，不会有那种东西的。等白天上去吧。嗯，也找得到。我这边都是那个杉木树苗，这边全部都杉木。我没有拿到苹果树的树苗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我现在欠缺铁资源。请进。我这里有啊，你要不要先？要不要先给我铁镐？铁镐给你啊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你先弄。好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一挖到黄金，我说我要铁，快一点给我交出来。这里好贵啊，不会，地泥土也太多了吧，好讨厌。挖矿，不是，灯，谁把灯关了？我不小心的，乱关灯，突然瞎了。很会，哎，那艾米是谁啊？这么慌吗？你是说会是蹲下的吗？我一直蹲下，避开他，避开他啊！没有，现在看到安迪都自己人啊，二十，避开他，避开他，避开汪汪，避开汪汪，好好，避开，好爽哎！好远，汪汪可怕，汪汪，快点避开汪汪！靠，我挖到黄金了，不给你们了！哇，没有，赶快靠近，靠近，自私鬼哦！黄金靠近一鬼，怎么有这种队友？超坏的，喂！嘴巴贱啊！才不要嘴贱，霸气！硬！我这边只有铁，有铁了，至少有铁了。煤炭应该也不用挖很多，不需要，煤炭就只拿来做火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都没有那个苹果哦，没有。噔噔，吉阳土应该不。会想要做铁镐，用铁镐挖才爽。石器时代，哎，我给你抢铁，吓死我了！突然有人冒出来，而且你为什么挖那么快啊？因为我是用铁镐啊！啊，可恶！哇塞，居然被汇合了，输了！谁又把灯关了？啊！我要来做一个铁，没有那么多、啊，用铁镐挖好爽啊！哎，汪汪，你漏挖铁了，嗯，帮你挖，好，没有问题。汪汪，你漏了，16分钟，我们19分钟就可以往上走，去找苹果。哎、啊，那边蛮多的，哎，用到多少钱？哦，那还是巧克力呀、啊！哦，我想说是。怎样？我在上面找金呢、啊。没有，我想说那是谁？嗯，团团，嗨，啊，没事，好的，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各位，绿宝石，挖到了，挖到了，有屁用啊！关键关键，钻石，转，我们得吃绿宝石，能吃的话，吃绿宝石，不是收集7颗可以许愿望吗？哎、欸，赞、欸！许什么？我要更多的什么？的？哎、欸，中心位置在哪？的零啊，零啊！对啊、欸，他们都莫名其妙扣血，他们莫名其妙扣血，感觉就是摔伤吧、欸？哎呀，第一型，但是团团扣更多，团团干嘛哦？哦，我都被沙子卡住哦！上个船就埋在沙子里面，叫你上船，你上沙，上沙，
各位各位，不得了，第二颗绿宝石有什么用啊？走走走，我们去找村民，找村民就赢了。找村民交易喽，两颗，两颗不够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继续挖。汪汪又吓到我，一声巨响，汪汪下，汪汪下，汪汪下玩，汪汪下。欸，所以这里是高山地带，所以挖掘要小心。哎，欸，对，可能会有什么鱼的，对，看到那个石头的速度不同，就要警戒一下哦。对，你也是有点惊了，哇！我刚刚干什么来着？我这里有青金石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青金石，青金石挖。对，我已经有14个黄金了。我们要抚摸，哇塞，你们做个黄金苹果，黄金猎犬是你，黄金猎犬，哎赞，我喜欢，太狂了，巧克力感觉找钻石啊！你之前就是一直找黄金，然后呢没有把你的功用用对，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在寻找绿宝石啊，我们不要什么东西啊，你要找村民哦。少去罢了，我们不喜欢这种东西。少去罢了，干嘛？哎呦哎呦，这个我真的不适合挖黄金的，我要走了，放弃了，拜，放弃了。哎，十九分钟，那我去地表要刚开始要饭吃，看能不能猎杀几个人。你应该不在上面啊？要哎，我们上面怎么开动了？别笑，别笑，还是显示 bug。显示 bug 了，我吃饱了，吓死我！我没听，先做个盾牌，以防万一。ID 显示哦，附近好像没人。太好了，我力群所居。为什么蜘蛛不可以做成羊毛？羊毛不能返回城市？你把……哎，不对，想想。开箱，嗯，上面白色，我们上面的树木都是那个啊，杉木的。嘿，要上去吗？我上来啦，要找一下，可能还要求逆向操作，还是法师你要上来看看？我不敢，但是白天、啊，看到有一只小蜘蛛，还是要上去吗？是那个从入口跑出来的吗？没有没有，还是很远的、啊、千里迢迢去打一只蜘蛛，还是你有另外挖、啊？就直直往上了。哎、欸，这里都不是苹果树啊，苹果树是那个啊，对啊，你要可能长途跋涉一下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对啊，其实我身上有带树苗哎、欸，都是橡树苗啊，橡木。对啊。真的假的？跟谁讲？那样就要挖好大的地方哎、欸！真的，那挖好大的。喜欢天然的苹果、哦，好、员工栽培都会撒农药哦。谁让我们哪来的农药？不好意思哦，这边一大片树林，全部都是烂树木。你们不行啊！我没有找树木的天分。感谢同。为什么啊？杉木？对啊，我有拿到橡木过。隔壁还有这什么？这。天哪，那个自己走150以外的那些全部都是杉木，你不要来、欸。不行，我好怕怕，我还是回去好了。你怕屁啊？我们要找苹果 ，Apple。我想当个地理洞人啊。你是否了我的人生？你是 Pay， 你要找苹果。No， 刚才有 Apple Pay， 做什么？别再 Pay 了。那个三秒法师。哦，刚看到人影还很兴奋，眼睛一看，切，法师。啊，我不兴奋吗？那你愿意让我打吗？不要。哎，打到我也认了，快来上，快打我啊！欸、这里的树木都是你再这样弄、啊、他，等一下拿岩浆桶淋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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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就真的打到了。我往上看，哪一次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要求啊？开那种有那种队友伤害的就好笑。有找到啊，在那个丛林区有、欸。那里哦，要去那里。对啊，只要小心，可能也许会有怪。嗯，有鸡。
鸡，八哥，臭羊，杀你！好多鸡哦，还有鸡蛋呢。嘿，鸡，鸡，鸡，给一只小鸡，跟它 say 拜拜。鸡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听懂了。送它上西天啊！鸡，拜拜。哦，前面有那个峡谷哎，要去吗？你想下去探？